窗户玻璃。现在目前小孩对战大孩对决，再开，同样是选择牙刀作为自己的首发，谁的牙刀先占到一个先手的机会。牙刀这里再次生咬，血量上来说是大口占有一个优势，但是这个优势马上被小孩扭转过来，牙刀还是我更强。大口这套 ES 吹飞脸之后，小孩要自求多福了，对方随时随地就可以要他的这点血量的命了，还剩下不到两个的血量。大口发进攻，这套无责任的一个摸血压制套路，然后小孩也没有办法反击。好插合，这里直跳中脚，现在小孩的牙刀没了。大口说我要开壶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小孩守擂赛是一币两百来算啊，他剩多少个币都按照一币两百来算，挑战者也是如此啊，谁赢了一币谁拿两百。目前小孩还有42个币啊，你们算吧，42乘以200得多少，这是他目前的奖池啊。目前打币最多的是拉盖亚，日本拉盖亚拿了4币，能不能开壶啊？有希望了，大口。对面的拉夫不到2个血，他还有4个多呢，4个了，3个了，这么快啊！我靠！我操，这也行，这也行啊！血阳可以追加的啊，血阳在本座变成了一个指令头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大口打不死你，你就能赢，大口。哎呀，巧合了一把，是不是又巧合了？口弟3个币这么快就没了，大口要怒了，我去，这是要被开剃头了。欢迎我开心回家，晚上我开心。OK， 那现在咱们看到本场比赛是来对小孩对战，对大口啊，老乡啊，两位广州好基友的上对决，广州德比战。目前小孩是把大口打到了最后一个币的尴尬的境地了。大口的首发跟小孩一模一样，都是牙刀，但是我觉得
小孩这是往往剃头的方向发展了，现在大狗要加油了，他还有两管血，小孩这边是三管血，只能靠特瑞跟草提鹰了。大狗现在很生气，这个老乡太下手太狠了吧，我小二说谁叫你翻车杯赢我的，你不赢我，我翻车杯我就拿了冠军了吗？都是你啊，都是你打的，就是你。那现在大口拿到了小孩的牙刀，不好说啊，真的不好说。中间站带他开启，快小哥哥。那么本场比赛对于大口来说很有机会的，他的对手是来自于小孩，小孩的 ES 的最新反边这套，不管是谁，其实不管是小孩用也好，和别人用这招在反边压制你也好，真的很难防的，很难做出一个正确防守。这招又快啊，又打中段，大口的草钉是满血啊，现在已经不是满血了，双方都是三气打三气，特别能量补充是没办法反击的。小草乱跳了，抢头擒头，好，压力降吧，正面得下低站 A 之后马上开始打下低八十步，继续压制。小孩这边是四气，这边是三气，小草持续压制，跳入成功，太连招了，对面要上一个顶点，曹比他大狗被低头了吗？完了，会剩一点血，哎，这一点血量大口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，兄弟们？大，大狗被低头了，我去。